陈小姐跟我们先生的打赏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有我大家的鼓励，我们的乐团才会走得更长远。谢谢大家，也希望大家觉得我们表现很好的同时，也给我们一些鼓励。谢谢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这位，哇，我们也是非常美女，我们这位美女，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？大家好，我姓郭，我叫素静。啊，你跟吼，今天看到我唔好点点，别当素静嘿，不要点点，要非常热情，好不好啊？来，大家热情掌声，给我们素静小姐一点鼓励。我刚刚听我们副团说，我们素静小姐唱歌很好听，而且也是表演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歌手。哦，谢谢谢谢，对，谢谢谢谢大家，就多多学习，是大家互相学习啦哈。那今天素静小姐要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曲？带来一首比较俏皮可爱的《松翁来》，好不好？等等等，我想问某姐问题，《松翁来》原唱是什么人？黄思婷。哦，黄思婷，因为副团说这首歌很有趣，我说哦好，我来听一下多有趣。那我们欢迎素静小姐，我们带来的《松翁来》，好听的歌曲，大家听听看哦，谢谢。可以跟着我一起打节拍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哦，
大家猜得出阿嬷几岁吗？啊？九十岁哦，安尼你弄我画等级会怎样哦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啦，永远九十岁啦。阿嬷是永远九十岁，我跟大家报告一下，阿嬷也是之前就是红人榜出来的超级阿嬷，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好、哦，那阿嬷呢，她是79岁才开始参加歌唱比赛，对不对？对，79年的年会了。哦，79年的年会，阿丁是月雄差不多80岁左右嘛，哈。80岁开始。哎，那阿嬷到现在听说已经参加过100多场，对不对？也一上了。哦，阿嬷那个四个月里面100多场。那阿嬷你参加的每一场，是不是每一场都得你，对不对？哇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，我们的超级阿嬷。他是冠军，那冠军的老爸，冠军王，冠军公阿公，冠军胖阿公。哦，唱个阿公。那现在阿嬷想带来什么歌曲呢？抓社会，听你那是。好，我们欣赏。Yeah.
心肝，紧紧摸着我心肝。阿嬷你真的很厉害，阿嬷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。爱音乐的人呢、啊，不管几岁都有这个机会可以上台表演，阿嬷是一个最好的典范。我都爱跟你学、我希望我跟高长辈能让你赶快当九代表演，谢谢。所以我现在开始保养，好好保养、阿嬷中气十足，谢谢阿嬷，谢谢阿嬷、谢谢谢谢谢谢